来未平一波，现在池子和黄西的脱口秀刚刚结束。如果说上周的效果李诞他们只是有部分可能国内线下不方便讲，今天池子这边讲了四五十分钟，可能除了一两个段子国内能讲，其他的都没有一个能讲的，而且都是非常劲爆的，都是我们听了都不太敢听的。给大家就简单说一下，就是一开始是池子讲，然后后面是黄西讲，后面有个嘉宾是就是那个角角，独角兽的角角。本来他们是安排了角角跟大家再来脱口秀再来一段的，但是呢角角就听了池子讲的以后，角角上台以后就跟大家打了个招呼，直接就说为了保住自己的抖音账号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，所以就角角就跟我们简单打了个招呼，连最后合影啊，就合影角角都直接跑掉了，都最后只有黄西和侄子在合影。大家都能支持角角的那个抖音啊，不容易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